是的。明天八点钟左右，我们一起买票。不是明天买不到，现在是没有票。我没钱买票，我私人帮你出，可不可以？我到家就还你。我不要你还。到家就还你。现在我你只听我的，你跟我先别跪着。等一下。你不。好，你先让他扶着坐着。你再抱我。你蹲着呢。蹲着，好，来，我给他买。哎，你好，兄弟。你好，兄弟。哎呀，看到你开心，我真开心。没喝酒啊？行，谢谢你哥。好，我们有空联系，好不好？如果遇到心情上的不爽，也可以跟我打电话，好吧？